釘錘的意思就是扎打，看清楚，在這個鋼手轉難衝的過程，鋼手轉難衝不是過程，是鋼手轉難衝後手按住它打出來，這就開始鋼手難衝執住連環扣，再轉翻難衝手的時候，突然間轉釘錘，又有種學問嚟噶嚇，大家要珍惜佢。嗱，鋼手難衝釘錘，八勁，而家係唔知八勁，好唔好嘅啊？跟住落嚟咧，就係破譯掌。